乡读书会，风靡有书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达叔叔。Hello， 大家好，我是旭荣姐姐，欢迎电视机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烤箱读书会。小尚，你在干嘛？对呀、啊，小尚，你怎么把乐高丢的满桌都是啊？我本来要做一个很酷的东西给你们看，可是，可是什么？有个很重要的零件找不到。哦，我来帮你找啦，是哪一种？很小的，对不对？这个吗？不是。好，我也来帮你找。你是这个吗？不是。小尚，你这样再找也找不到的啦，这么乱。对啊，我觉得你最好分类一下，可能会比较好找。可是我明明有放进来啊。小尚，我觉得今日讲的不错哦，你应该要先分类一下。可是我不会分。好，等一下，我们先停一下。小尚，我看你这样找，你要找半天你也找不到你要的东西。来，你告诉我，你平常都怎么收乐高？就是把东西玩完之后，就把东西放进盒子里啦。然后呢？然后要玩的时候就全部再倒出来。然后就找一找就找到了。哦，小尚，那旭荣姐姐猜，你平常玩乐高的时候，应该很多零件都找不到哦。可是不像这一次那么难找。我明明有放进来啊。来，小尚，来，这是你装乐高的盒子，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格子啊。格子是要干嘛用？装东西。哇，小尚，那是分类用的啦。可是我不会分啊。好，那你们告诉他，乐高要怎么分类？用颜色分啊。颜色。用大小分啊。大小，对，用零件不同功能来分啊。你看，功能一下说出三种分类方式。你自己决定一个，你要用什么方式分？我还是用零件的功能来分好了。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帮小尚分吧。零件的功能哈，来，我们大的这个我们就放这边，然后来，这个是什么人哦？人放这边，好，人放这边，还有呢？人偶的，还有这个也放。我找到了，哎，就是这个，就是吧？你要装在哪里？哦，你看，飞弹、炮弹，天哪！所以你看吧，我们把东西分类分一分，你要找的东西就跑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分类以后找东西就比较容易。对呀。好了，来，我们赶快把它做完分类，我们去做点心吧。来，你又这样，你就等着我去装了。大家一起来做点心喽！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呢？奶油125克，白细糖50克，黑糖50克。鸡蛋1颗，低筋面粉250克，泡打粉1/4小匙，小苏打粉1/8小匙，可可粉50克，白巧克力100克。阿达叔叔，你今天要带我们做什么点心啊？我今天要带你们做一张可以吃的地图。可以吃的地图，好好好，我要给我妈吃，因为我妈是个大路痴，如果她把地图吃到肚子里的话，开车就不会迷路。我这么神奇的地图啊！有一次给她妈载，她妈真的开错路。不过你妈开错路，你妈需要 GPS 啦。我今天要你们做这个可以吃的地图，向你们学一件事。什么事？什么事啊？来告诉我，地图是做什么用？认路用啊，认路用，还有地标，清楚地标，对不对？好，如果你们想象一下，一张地图如果没有把地标标示得很清楚，或路线画得乱七八糟，结果会怎么样？应该会乱七八糟吧？对啊，就会让人家走错，会迷路，对不对？你要把地标放清楚，路线画清楚，各就各位，这样它才能够发挥地图的作用。等一下让你们自己画地图哈。好，来，今天做这个饼干要做得很大块。好，这是奶油。大大叔，可是我不想要跟大家一起吃哎。地图拿了你们，我要你们从四面八方一起啃。这样子吗？这样会不会？哎，这就是我的目的了。没有啦，要闹了。黑糖。我要加白细糖，加黑糖，但黑糖有一些风味，它的特别的味道在。对。古早味。好，黄丽妍呢？好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平常做饼干一样，只是平常做饼干，我们把它做成一小块、小块、小块，对不对？我们今天要做成一大片。哇！早上来拿蛋进来，倒蛋齐开。最会倒蛋的人来，蛋白，它是百年一见的倒蛋奇才。
百年舰的导弹题材。嗯，没错。好了，蛋黄直接丢进来。全部。好，那几种粉一起筛。嗯，小苏打粉跟泡打粉，还有面粉，已准备好。好，好，这个是什么？哦，巧克力粉。哦不，这苦巧克力粉还是甜的？当然是苦的。哦不，不过我们有加糖，应该不会那么的苦。你怕苦？尝苦甜头。好，面粉。黑色的上面开始下雪，下雪是不是？好，来，我们等一下用白色的巧克力来画地图。那个以前啊，那些海盗啊，或者是什么，他们去寻宝，对不对？都有一张什么地图？藏宝图，对不对？我今天要把它改成藏宝图的那个样。藏宝图都不是方方正正，来。面棍，要把它弄很平吗？很扁。藏宝图不一定要。哇，好大张的地图哦！好大张，这样够不够你们画？够，很够吧？超级棒！是先烤完吗？我们要先去烤，放烤箱，用160度，大概烤30到40分钟，这么大一张，对不对？要烤久一点。小心，小心，30到40分钟。对。然后烤完再出来，再焖一下。哦，再焖一下。对。然后接着我们就用这个白巧克力把它隔水加热融化了以后，放在对放在那个小塑胶袋里面剪一个缝，然后就可以拿来画地图，也就好了。对，好，一人一半。走，地图很重要，我们去听一个地图的故事，快。对呀，走走走，要去听地图的故事。哎，该不会是什么藏宝图的故事？嗯，嘿，听听看就知道了。不要再玩了，走，赶快去听故事啊。走。你们觉得你们是不是一个有条理的人？我都不敢讲了。是不是你们都跟小尚一样？我觉得要东西的时候全部把它倒出来，不要的时候全部把它塞进去。有没有找不到东西的时候？有啊，我很多东西。糖啊，他居然说摇头，就刚才还好意思摇头。好了，跟这只猪学学，这只猪叫什么？藤本里的地图。他画了一个地图，他为什么要画地图？跟你们的毛病有关系。来，亨利的地图。亨利呢是一只很有条理的猪，他喜欢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这个整洁的小猪舍里面每一样东西摆放的位置。哎，跟你们一不一样？不一样。全部摇头。好了，他先把镜子扶正，开心的笑。他说：“一个属于大家的地方，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哦。”亨利看着窗外皱眉头，这个农场实在好乱哦，这种地方怎么可能让人找得到东西呢？就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想法，哎，我来画一张地图好了，这样大家都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了。于是他从柜子里面拿了纸，拿了笔，就开始画地图了。他先画什么？自己的什么猪舍，还有什么？他自己。亨利，好，画完以后呢，他就走到屋外去了。他在羊圈旁边呢，遇到了梅西、黛西跟蕾蕾，然后他们就问说：“嘿，亨利，你要干什么呢？”亨利说：“我在画一张地图啊。”绵羊说：“哦，真不赖耶，那里面有没有我们呢？”亨利说：“哦，你看你们在这里。”于是他就在旁边画了羊圈，画了3只绵羊，绵羊很高兴。接着走了走着走着，嘿，他走到那棵大橡树旁边，遇到了艾比，艾比是一只乳牛，艾比就说：“嘿，亨利啊，你在干嘛？”他还没有回答，三只绵羊就说：“哦，亨利在画地图啊，画地图。”艾比说：“那里面有没有我呀？”亨利说：“有啊，你看在这里。”他给他画了一棵树，画了艾比。接下来他们又往前走，他们就看到了布朗先生在旁边吃草。布朗先生是这只马。布朗先生就说：“哎，亨利啊，你在干什么呢？”梅西、黛西跟蕾蕾呢，很快的就大叫说：“哎，亨利在画地图哦。”布朗先生看了一下，说：“里面有我吗？”“那当然有啊！”亨利就给他们看，画了一个马房的形状的地方。
接着呢，亨利才刚到鸡舍，所有的动物就七嘴八舌的说：“哎，你们看，你们看，亨利在画地图哦。”一些鸡就说：“里面有没有我们呢？”亨利说：“有啊，有啊。”亨利就把所有的地图都画完。接着呢，亨利就说：“来，跟我来吧，我来给你们看看我的地图。”于是就带着所有的动物走到小山丘上面，然后要不要看他的地图？要。哒，好可爱！这就是他画的地图。哎，亨利的地图画在这边，每一样东西都在他该有的位置上，对不对？这是一个属于大家的地方。所有的动物看着农场，又看着地图，然后再看看农场，再看看地图。羊就说：“嗯，可是地图里面有我们呢，农场里面怎么没有我们？农场里面的怎么都不见了？”然后布朗先生说：“对呀，我们不见了耶。”艾比啊，那只乳牛说：“对哦，我们不见了，我们到哪里去了呢？”鸡就说：“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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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不见。”于是呢，他们就怎么样？噼啪的赶快冲下山，跑回农场。然后呢，那个亨利就领了前面，就跟他们说：“来来来，先到鸡舍，这是谁的房子？快快赶快进去。”好，谁该就位？鸡又就位了。接下来他们跑到布朗先生的马房，他说：“这是谁的地方？马的，对不对？谁要就位？”布朗先生，好，接下来又跑到这棵树旁边，是谁要就位？牛，这是谁的位置？牛，好，最后跑到羊圈，他说：“这是谁的位置？”羊。哇，他们三个就很高兴的在羊圈前面跳舞。可是亨利要确认一下，哎，那他自己呢？赶快跑回来。他自己呢？于是他回到自己的猪舍，推开门，发现哎，里面没有小猪啊，可是我的地图有啊。他走到镜子前面，慢慢地看着镜子，他很开心地说：“哈，你在这里，谁啊？亨利自己，对，你在这里，对啊，这就是属于你带来的地方。”他说：“啊，嗯，这是一个属于大家的地方，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嗯，好，来告诉我，亨利为什么要画地图？嗯，想让其他人不要跑到另外一些人的家里面去。是吗？还有没有？亨利为什么要画地图？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好，所以亨利在里面一直讲一句话，他说：“一个属于大家的地方，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这是什么意思？嗯，各就各位吧。各就各位。你们在学校有没有自己的位置？有。有。如果今天有没有固定的位置？没有。有啊，座位。固定的座位。好，如果今天学校采不固定座位。今天第一个到学校的人可以选座位，然后第二个到学校的人再选，那一定选最后一个。你觉得对这个班级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找人会很难找，找人会很难找，发本子很难发，发本子很难发。对耶，他们都是顺着收的，对不对？是一排一排顺着收，对不对？还有没有？午休管制的时候很难看到是谁。午休管制的时候很难看到谁？可能上课的时候矮的如果在后面的话要看。前面被高的挡住就看不到了。哦，比如我班上最高的人来，我第一个我选第一排的位置。所以你看哦，小小的教室都要有自己的位置，对不对？那小朋友，你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做事按部就班，所有东西都各就各位的人吗？嗯嗯。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是。从乐高可以看出来。好，你们不是哈？都不是啊。我很好奇你们房间呢。我有哦，要不要看？啊，老师说，你是说照片吗？去跟他妈妈们偷来的，我叫他们妈妈们给我的，哈哈哈哈！不知道我有吧？现在要真相大白，他们的房间，我要把你们的房间公诸于世。你们猜是哪个房间？对，应该是少奇，他感觉还蛮有条理的，是吗？这是你的房间吗？是。睡哪一张床？蓝色那个。这张床是不是？这个我猜对了。姐姐的床是不是？我猜对了。你们平常房间都一直是这样？嗯。谁收？谁收拾？自己收自己的。自己收自己的。哦，那不错哎。来，这是谁的？有人刚才偷笑。是你的。真的是。我觉得你们房间平常都长这样吗？我有点怀疑哎。平常都这样。真的吗？是因为家里有魔法石的关系，对不对？对不对？好，还不错。这底下谁没有折磨？哎，我弟弟。怎么是抱他弟弟的料？你们棉被自己折吗？嗯，我们平常其实很少在折棉被。都没在折棉被。所以是妈妈
带走吗？好。这是谁的房间？东西多了。天哪，这上面密密麻麻是什么？我是，我好像是你啊。是吧？这个不用猜，这一定是小尚的房间。那边都是乐高。对呀、啊，我刚才就仔细。还有上面也是。这里都是乐高。然后那个柜子，柜子里面也是。不是左边那个黑色柜子上面。哦，不都都是乐高啊？所以你的乐高收纳的方式就是全部把它倒在里面。对，就是那种小那种不用的零件啦。那你如果要像今天要这样要找一个零件小零件怎么办？就找啊。所以你看东西越多，是不是越要收纳的清楚？哇，我们来看这是谁的床？哇，好梦幻哦，不会是丽妍吧？哇，小公主应该是金玉吧？你怎么知道是金？是你的吗？嗯，因为我看过丽妍的啊。哦，这是金玉的。来，这是谁收拾的？妈妈。妈妈，好，终于有人说实话。嗯，很好。好，妈妈收拾。我也说啦。所以这是妈妈的分类方式吗？还是你？有一部分是妈妈，有一部分是我。好，你觉得妈妈帮你收拾，你比较容易找到东西，还是你自己收拾你比较容易找到东西？应该是我自己收拾。你自己找收拾，你比较容易找到东西，对不对？嗯。为什么？因为我会知道我把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好，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妈妈收拾？嗯，妈妈收拾你常常找不到东西啊。是妈妈在帮我折棉被。妈妈帮你折棉被，所以那还有没有？妈妈还帮你做什么？就可能把书桌清干净吧。啊，如果书桌上的东西找不到怎么办？那就要问妈妈。妈妈，我的橡皮擦在哪里？我的贴纸。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把书桌收拾干净？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你下次要怎么样？自己把书桌清。你下次要自己收拾书桌，才容易找到东西，对不对？嗯，很好。这是谁的房间？我看过好几次，就是他。好，王丽妍。好，你告诉我你怎么分类？对啊，怎么分的？哎，你这个床很特别，你看有上面、下面还有楼梯，那这个东西这里面都可以收东西，对不对？都是抽屉啊，都是柜子，你怎么分类？那些柜子都是妈咪的，都是妈咪的，妈咪收的。那些玩偶呢？就从大的到小的，从大的到小的，然后小的就这样叠一叠，叠一叠成那个大的这样。那大的呢？大的就放上，没有大的就是放着就好了。所以其实这也是一种分类的方式，看起来还不错，还不错哎。嗯，好，我跟你们讲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英国有一个学者做一个研究，他研究人的书桌，他说书桌越乱的人，你觉得书桌越乱的人是越有创意还是会越有成就？越有创意。为什么？因为平常的人都是书桌，因为就是很干净。然后呢？因为那个人书桌很乱，然后跟别人不一样，很有创意。因为这就是我，那就是你啊！他说他很有创意。他们的研究结果是，书桌乱的人比较随性，对不对？比较随性。书桌整齐的人比较会自律，有条，会要求自己，把每件事情摆得很整齐。所以随性的人有时候啊，我做做这个，我做做那个，他会很有创意，没错。那他比较缺乏的是什么？自我管理的能力。可是真正很有成就的人，他是很自律，很会自我管理。你看，一个属于大家的地方，每样东西都有什么？自己的位置。自己的位置。这样，第一个你找东西方便，第二个你自我管理，空间比较整齐，你也比较清楚。好，那这个跟性格有关，也跟习惯有关。所以呢，又要有创意，又要有成就。就要像阿达叔叔的书桌，乱中有序。我是乱中有序，我也乱中有序。没有啦，好了，好了，然后我去看看我们的地图，去看我们的地图。我在学校有画过，有画过地图哦。来画地图吧。好，来，这个是丽妍为我们画的地图，来播吧。你现在要播饼是不是？对，来。我也要很多十字，真没去。
真的巧克力口味的地图，赶快吃吃看。阿大叔叔，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真的太有意思了。我一直记得故事当中小猪说的一句话，什么话？每样东西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事情跟东西的管理者。你把事情管理好了，你做事按部就班；你把东西管理好了，各就各位，你做事很容易。你找东西也很方便，对，所以如果我们都没有做好这些事，就会乱，对，就乱七八糟的。是啊，而且我觉得我们真的都是我们自己每样东西的好牧人。是，不只是这样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有一位好牧人在带领着我们哦。对，我们每个人人生都要走一张地图，跟对了人，跟对了向导走，才会走得好。对，我们的阿爸天父都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造人生蓝图。是啊，只要顺着那个走，顺着他的人生蓝图走，你的人生就不会出错。这也让我想到一首歌哦。这也有歌。歌名就叫做《我是好牧人》。歌词当中就提到啦，高矮胖瘦都不同，我的宝贝，我的羊，为你创造爱的家。就跟刚开始小尚那个乱七八糟的乐高一样，我们刚刚就帮他分类啊，找到他们的家。对啊，所以跟着好牧人走，你的人生绝对不会迷路。没错没错呀。那今天的烤箱读书会就到这里结束喽。下次阿达叔叔、薛荣姐姐还是会带来好吃的点心以及好听的故事给大家，欢迎大家再来玩喽。烤箱读书会，聪明有智慧，我们下次见，拜拜。草地蓝蓝天空，为你创造爱的家。一天多一点新鲜，带你认识这世界，日升日落都不改变，每分每秒挂念，守护在你身边。我是好牧人，看见你的可能，在漫长的路程，做你脚前的灯。我是好牧人，我认识你的歌声，你的笑和你的爱。